Hello， 大家好。咁啊，今次打呢个母专啦，都系咁啊。大嘅阵容方面，今次就个主题系海克力斯嘅。咁啊，两只咁啊，一只就系进化，一只就系神化嘅。咁基本上神化暂时系冇乜用嘅。之前都讲过，我哋其实讲喺嗰个5000订阅嗰度。咁其实神化即系我系暂时我系摆嘅啫。咁啊，今次特登带系即试下呢个海克力斯主题嘅，其实系。咁海克力斯呢个角色就希腊神话啦，我谂呢个神话英雄嚟嘅。咁佢呢个主要系大力神嚟嘅，喺希腊神话里面比较出名嘅大力士啊，海克力斯。咁其实海克力斯嘅出身系因为佢父亲系宙斯啊。咁宙斯我谂熟希腊神话都知佢好中意成日变埋晒啲化身去强奸一啲人类嘅妇女嘅。咁海克力斯就系宙斯去诱奸其中一个人类所生嘅私生子嚟嘅。咁因此就宙斯嘅老婆赫拉啊系极憎海克力斯嘅。咁三番千方百计想要杀死佢嘅。咁海克力斯个阿妈就知道宙斯喺即系好唔安全，因为赫拉想杀佢，咁佢就将海克力斯就放喺一个篮度啦，咁就放喺一个草原度嘅，即系等佢脱离离开呢个赫拉嘅视线啊。咁话说咁啱有一次，雅典娜同呢个赫拉啊经过呢个草原嘅时候，就见到呢个梭哈。咁雅典娜就觉得佢好可爱啊，咁佢就请求呢个赫拉喂啲母乳俾佢饮。咁赫拉就照喂啦，咁就海克力斯咬住佢个乳头饮奶啊，一饮之后非常之好味啦，可能咁啊系咁咬，系咁吸啊，咁不停咁吸到啊赫拉个乳头都非常之红肿痛啊，咁啊一嘢掟咗佢落地下，咁雅典娜见到呢个梭哈就好可怜啊，即系有同情之心啊，咁佢就交还翻俾即系其中一个国家嘅皇后啊，咁啊去养呢个 B B， 咁其实呢个皇后就系海克力斯个妈嚟嘅，其实咁啊咁啱即系自己嘅仔啊翻去嗰度啦，咁啊事后赫拉知道呢件事之后就非常嬲啊，因为佢就居然将自己嘅母乳俾咗自己嗰个敌人啊海克力斯饮，咁啊因为饮咗赫拉嗰啲母乳之后，咁啊海克力斯就得到呢个不死之身啊，超脱咗凡人嘅肉体啊。系啦，咁其实海克力斯最出名就系佢嘅12件功绩啊，即系12难事啊。咁起源就因为赫拉有一次赫拉就诅咒呢个海克力斯啊，咁令到海克力斯发狂咁样杀晒自己嘅仔女啊。咁为咗偿还呢个罪孽啊，咁海克力斯就愿意接受呢个国王即系开出嚟嘅10个任务啊。即系10件难事啊！咁啊，但系海克力斯完成咗10件难事之后，因为国王质疑其中有2件啊，咁其中1件因为海克力斯啊收咗要，即系做完之后收咗报酬啊，咁就唔算系一个善事嚟嘅。咁另外一个任务就因为海克力斯系搵人帮拖先完到嘅，咁所以佢就唔接受。于是国王就提出多2个额外嘅任务，系啦。咁海克力斯最终都系完成埋嘅，所以就变成呢个12件功绩嘅最后。咁其中最出名嘅一件功绩就系带走呢、这个即系国王要求佢将呢个地狱嘅看门狗啊带上嚟俾佢睇啊。咁地狱嘅看门狗啊，即系三头狗啦，系啦，好出名嗰只。咁话说海克力斯就即系要去冥界啦，因为你要揾三头犬啊嘛，咁所以就去到冥界。咁佢就先系经过咗重重嘅阻碍啊，包括呢个同木偶，即系同呢个木偶人嘅角力啊，同埋系即系冥王哈迪斯，佢都系一箭可以射退咗佢嘅，系啦。咁最终就即系同呢个地狱开门犬就单挑 1-on-1 咁样。咁最后因为海克力斯凭住佢嘅神力啊，咁终于制服咗呢个三头狗，咁将佢带上去呢个阳间俾呢个国王睇啊，咁最终先至国王都冇办法即系唔承认海克力斯嘅神勇啊，连地狱嗰只狗都可以带上嚟，咁最终就即系承认咗佢呢个12难事嘅功绩啊，咁海克力斯亦都洗清咗自己即系个罪孽啦，系啦，杀晒自己子女嘅罪孽啦。系啦，咁话说海克力斯死咗之后，其实就
升咗做即系升上奥林匹克就做咗呢个神嘅喺度，系啦。咁克拉都终于同佢和解啊，肯同呢个海克力斯和解。咁啊，将一个青春女神就嫁咗俾海克力斯嘅，系啦。咁啊，件事就基本上海克力斯嚟到呢度就即系大团圆结局啦，可以咁讲啦，其实。咁其实海克力斯我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一套动画系《飞》，即系Saber 嗰套啦，沙巴定 Saber 唔记得咗啦已经。系啦，咁其中里面嘅 Buster 即系狂战士就系海克力斯啊。咁即系嗰个萝莉嗰、那个即系我唔记得嗰啲叫系召唤兽定召唤使定咩咧？系即系契约者嗰个大只佬，其实就系海克力斯嚟嘅。系啦，咁其实海克力斯点解会系狂战士？其实个因由就系啱啱所讲啦，即系可系受到呢个克拉嘅诅咒啊，咁即系杀狂杀晒自己子女，所以就变咗做一个狂战士啊，即系个由来就系咁样解，即系我觉得啦，当然呢个系啦，咁其中其实 Face 呢套漫画其实都好多个角色都是取住於呢個各地神話，其中就包括呢個愛爾蘭英雄啊胡富林啊，咁下次應該有機會都會講啦。咁其實胡富林係我即係最先見佢都係真女神轉身，其實咁其中因為胡富林係好早期得到強力嘅同伴，所以我對佢印象係好深嘅，係啦。咁嚟到呢度先啦，海克力斯。咁講翻呢個王冠啦，其實講咗咁耐。咁其实两只海克力斯打呢个就武尊就唔易嘅，因为系个速度非常低嘅。咁拉线方面就唔好用嘅，其实。咁所以打王方面其实就睇彩数嘅啫，其实。咁我睇下呢下卡唔卡到先。呢、這个角度窄啲啦，因为就比较平啊，系啦，卡唔到。咁照旧咧，一定要避开佢左面嘅十字激光啦。系啦，咁而家开始要 set 定位嘅啦。咁呢度乱弹下先啦。咁神化速度係高少少嘅，咁拉线方面好啲，一个 OK。咁人妻呢下一定要摄得入去噶啦，应该系嗱摄唔到大剂啦，因为 OK。咁两弯时间啦，咁比较难喺度，两弯要杀，如果唔系就开十字杆噶啦。八期啊，做唔到嘢啦，基本上。咁呢度开一开絕招先啦，系啦。咁呢个位因为都可以避埋十字激光啊，非常之好啦。系啦，扣都扣150多万系 OK 嘅。呢下照食啦，系啦，跟住下弯都变唔到金心啦，食咗先啦我哋。咁人妻呢下就尽量杀多杀，杀唔到下弯激光都唔系扣多啫，其实。都 OK， 杀得。咁呢个右上嗰只海克力斯就唔知道可唔可以卡到佢个家底啦？呢、這个位睇下塞咗去边先会，或喺上边。上边我就唔系好识卡，老实讲。吓咁样可唔可以入到去先？唔得。有啲危险，其实呢关都我觉得，卡七卡埋弱点先，唉失败，咁啊大剂啦，咁啊人妻就杀咗只男鬼先啦，来回反弹，系啦，摄埋佢更加靓啦，八期，咁啊继续摄埋入去啦，摄晒人入去先啦，摄唔到。咁海克力斯入去啦，唔够低啊个位置都系卡得唔好，咁啊大剂啦，日大因为变金心就谂下先，搏一搏啦，摄入去，依下摄唔到我就死噶啦，因为唔够血食噶啦，哇做咩事啊？哇死咗740万咩料啊喂？哇，黐线，我好意外啊呢下做乜事啊？依下真系唔知道点计啦，因为佢呢下卡点，其实呢只神化，呢只神化攻击力应该就唔系好高嘅，应该30000头嘅啫，反而系卡得死佢，系咯。咁非常扑朔迷离嘅卡点，其实我唔知道点解会咁样卡死嘅，不过算啦。咁系咯，绝招都全部都未用，留嚟做乜鬼咁样？
太意外啦！呢下真系，其实总之唔使打咁辛苦啦，咁样系开晒绝招就算咯。咁啊喺今场就喺非常之意外嘅情况之下落幕啦，系啦咁啊完结咗。咁啊两只海卡力斯其实就大家就唔好试啦，讲真，其实就唔好用噶。咁啊一只都一只进化都还好啊，神化一只其实真系完全系暂时未有呢个作用啦，可以咁讲，系啦。咁啊嚟到呢度先啦，今次咁啊下次见，拜拜。